子扭到。你也知道。算了，我们正常开场，进开头。2023草质感哦，亚洲植物博览会哟。你们瞧一组，先上去吃饭。哇，今天真的是礼拜五，人怎么这么多啊？超多的。这是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的草质感，有别于去年的场次，本次会场全开，场地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大。去年从二楼往下看，舞台布置在正中间，今年场地全开，参展品牌也突破200个，植物、手作、爬虫与餐饮都有，整体的呈现更丰富了。这次不仅有台湾顶尖的业者参与，主办单位更邀请来自泰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的品牌参展哦。Take a picture like this. Very nice.On your hand. It is so beautiful. Okay, give your hand. Oh, ah. 可爱。老板人也太好了吧！人家泰国人，你跟他讲卡哇伊。So cute. 现场这里还有贩售种子哦。哦、oh.。一包一包的种子。这件是来自日本的云鹿洲角胚，这件是日本传统园艺，那也是棕榈族跟观音族的专门店，在日本非常有名的、啊。哇，这个摆盆在家里好像会开运耶！这个本来就是装饰的啊，这摆盆在家里都很高级，好吉祥富贵的感觉哦。确实，而且是还有搞班的。帮羊买衣服，帮植物自习的第一个要买的钻戒。哦，图案不一样的，你要吗？象牙弓哎，它这边很有特色哦。它这个又像树皮黏轮，它又像岩石的堆叠。这个釉色它做的很像晕染的，很特别。谢谢。这不就是很像我很喜欢的那种小可爱吗？很可爱、啊。Endemic fern from Thailand， 他们卖很漂亮的铁线蕨哦。嗯，好可爱、啊。都超小、超可爱的。那个叶子上好像有毛的细毛。而且他怎么用这种很像在包玩具的这个塑胶把它包起来？对啊，整体看起来真的很诱人。带走它。很诱人，是吧？作为这颗小小的铁线蕨哦，要价4000台币，所以我默默的放回去了。我们误会它的身价了，真的。下一间是 Rainbow Fern， 也是来自泰国的很厉害的鹿角蕨农场哦。这间也是泰国很厉害的鹿角蕨品牌哟。这颗叫 Lisa， 的妈妈长这样，然后这里全部都是她的孩子宝宝。这是 Lisa 的侧芽。嗯，我们不小心采访到阿姐，热血阿姐。直接问厉害的人。Lisa 我没有了 ，Lisa 你没有，但是她看起来的形态还蛮漂亮的，超级美的。我们在这边研究了一下子，手都是往上，其实有个方法啦，你只要把灯光放在正上方，它手就有空。哦，说实在这样子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你干嘛？
直接我们是隐藏粉丝，是，对，我们都看你的影片长大的。啊，我们是鹿角蕨新手啊。真的吗？那赶快买啊！1250快入手，不要等了。这个吗？这是 good price， 只是怕，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养、啊，怕买不到了。就是在考虑那边有侧芽，因为他说这是包子苗，或者是包子苗。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这个季节，你买进这些东西不用担心，因为鹿角蕨很怕热啊。对。可是现在是凉快的时候，所以你就入手回去，一定买得到、哦。除非你把它拿去晒太阳，那它死定了。那我可以24小时照灯吗？可以，可以哈，可以。但是温度要对。你不要那个30度、28度还在24小时照灯，它已经热到受不了了，还照不行。你让它凉快的状态下面，你去照灯是可以的。大家好。在阿姐的那个说服之下，不小心入了坑。买，要、啊、不然买一颗那个好了。你说 Lisa 吗？对啊，一个 Lisa 小。那要请大师帮我们挑一颗。对对对，好，大师帮我挑吗？对啊。帮我们挑一颗我们养得活的个体就好了。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养水晶晶的快壳。水晶晶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然后我会一点点的太阳、哦，一点点，水晶晶，水晶晶。我们要挑一颗就好，还是挑那个回去还会旁边增值？不用增值，不用养得活就好。一颗养得活就好。我们不要它增值，就是它可以赶快长得像妈妈一样漂亮就好。这颗很壮啊，新叶很好看，芽点也很强壮。嗯，这颗应该整个根系很好，而且它叶子很对称。这颗是应该相对安全的。哦。所以回去不管它怎样都不是我们的问题。我那个不好意思啊，那个阿姐要是一直宽松我们的讯息，冷盘怂来哈斯吧，哎，冷盘怂来哈斯吧，什么意思？1250块，我会一点泰文呐、啊。哦，好，你直接买单。OK OK， 谢谢阿姐帮我们挑这一颗。OK OK， 谢谢谢谢，阿姐谢谢谢谢。Yeah， OK， say yeah。Yeah。逛完这次的国际品牌，下一站我们来到 J&W。J&W 是由我们的好友嘉诚、国杰、子宽三人创立的品牌。J&W 一集 Just and Want， 以此表达了养植物就该随自己的想要，随心所欲的养殖，以植交流。J&W 主要提供精品鹿角蕨为主，养得美美的鹿宝们，每次都让我们大饱眼福。掉，如果它会掉就掉啊，不没有掉就不要硬扯哈、哦。对对对，真的、啊，像鹿养的概念，鹿养的形态会拉长。我刚才说那个玉米，我们跟嘉诚拿了一颗可爱的小细菌，名字在长脸了。取名字，我现在还没什么想法。等我对，哇，这里是芭比屋吗？我不由自主进来了，超粉的，第一次看到这种布置，这很对比色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这全部都是绿色啊，然后这个装潢是粉红色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好好看一下。开光。耶、yeah, ，遇到艾瑞跟祖祖哦，对，我很棒。啊，谢谢。疯了啦！被你发现了一只小冲绳萤。想想我们去年两片叶子1900，我带它。不会，对植物的爱呢是不会改变的。那之后再教。好，那我回去有需要换土吗？先不要换，因为大家适应环境，因为这个是温，我们这个都是温室种的。我们来到非常有名的锦花鹿苑哦。他们在那个淡水。哇，都好漂亮哦。各位，玉女海，玉女，哎、欸，玉女藏身在玉女海。自己讲，把你抱带走了。不带一颗吗？玉女海。你、欸、好可爱哦、喔，这些应该都是包子苗。嗯。真的是玉女海啊。这手手很多润耶，这个很可爱耶。哦。嗯，手手好短哦、喔。这是 Jet Girl。Jet Girl。可爱哦，而且都上好版哦。
真吗耶？这不会这也是真的吧？是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真的比较粉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。好可爱哟、哦。好可爱。咯叽咯叽。这次一样有厉害的鹿角蕨展示哦。Is this love? Is this heaven? So many feelings right now circling. Fall from grace, not a chance. It feels so special, so magical here and now. 又遇见叶子，回味一年多哦，耶！这次没去垦丁了。终于到了，不止去垦丁了，你去台南，你来台南还绕垦丁去太远。真的，就停在这里就好了。用在这里，戳戳他，戳，他很认真。好，那我们跳一下，等下就到他旁边，好不好？这种廉价特效做三年，不要再做了，好不好？猜猜里面是什么？开心的嘞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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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哇！草质感限定，罗本与白锦的豆吉，这很像牛仔布风格的哈，超级可爱啊！好可爱哟！带走它，带走它，包三串。
各位，在我身旁就是宅宅的 Alan 哦，好兴奋啊，看到偶像，对，像那个从小到大的偶像，然后终于看到，从小看到，就是从关叶新手到关叶小新手，对，不敢当，对啊对啊，謝謝，超开心 Alan， 捕获野生 Alan。如果大家想要从零开始养关叶，对，哦，真的要去看宅宅他们那个 YouTube 频道，嗯，保证很优质，从零开始到一路带着你成长，超级受用。NY 的观叶之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哦。对，你看这个脚踏车绑了一颗鹿角蕨，超可爱。卡达变哦？什么卡达变？卡达变啊，我们都叫卡达变啊。我们都叫卡达车。卡达车。卡达车。哦，但是都是在台湾里面都开车，所以不用特别去，都可以做一下参考。而且它非常好种，就是非常好入手。这个就是两过再转，像现在的因为转到转中它也会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看它的习惯，嗯，然后250，然后挑600就折100。对啊，因为你看，然后要不然你选个350就限制。睡不着了，对，太专注了。这是古挺花哦，我们买了两个品种，这个是清品，会带点香味的。然后这个是紫蝶红花，是要送给爸爸的。哇，这个真的是爆根哎！对啊，这个这看起来就很心安，看起来就是很适合新手。对啊，这么小，这颗已经这么大，这颗就已经哇，大颗哦，大紫蝶，上来了。你还从花莲过来啊？对啊，这个一定要参加的啊！这真的很盛大啊！看看我遇到谁啊？田中先生 ，YouTube 在这里。耶耶！哎呦，你的新发型哦，漂亮吗？超大一颗。各位，我们在武力对决的现场。这个人潮我看是进不去了。这一颗也是塞尔索焦黄月，哦，混波的，可是这个跟橱窗里面那颗完全不一样。同一批的混波，但是形态又不同。对啊，哎，好神奇哦，两个明明就是可以长得这么大型，手这么长，对，可是它交种之后的那个播出来的苗，居然是可以有侏儒的形态。这个是更小的，一样是塞尔索黄月的波那个孢子苗，对，混波的。但是你看它小小的，其实它就有那个形态出来。真的耶，哇，超级可爱啊！这个索索、啊、小小的，然后你看它的叉就已经很多，好好看哦。嗯、各位，如果你们喜欢收藏，真的是市面上比较稀少的品种，真的可以来武力对决。他们这里满满的宝让你们挖。嗨，各位，还记得这颗 Jenny 吗？我去年拍他的时候，他的手还没有如此的分叉、哦。今年整个华丽大变身，他现在叉已经破200了。全场最亮眼的 Jenny 就在我们面前，非常的漂亮。2023草之干亚洲植物博览会，有别于以往，今年真的是鹿角蕨的舞台。养殖3年多，植物风潮也不断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众多的养殖人。人因着各种植物盛会齐聚一堂，甚至让我们可以跨越语言，创造一次次珍贵的相遇。这里是 ANY， 感谢植物让我们相遇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